还是狗居然不对你凶，你人家还对我凶呢？难道我长得丑吗？这个黑公公还比较色啊，看女的为他没事啊，我一个男的为他还需对我这么凶。谁嘞？你看这狗嘛多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公，今天又碰到这位美女了，给我们这边小狗全部都带的剩饭啊！让我出乎意料的是，那只黑狗居然不对他凶啊，只对我凶。那只黑狗肯定是天天吃他的剩饭了，特别的感恩啊，就认识他了。就是的，那原来他那个五六只小狗子也是，就两个月，天喂他他就不过来，你可烦死了那个就好像饿死了，他讲的那边讲。看看这个来福啊，本来都给他拴到门外面的，他非要给他转到屋里面，一转到屋里面又出不来了。看看，我手上也有饭，我想喂这个小流浪狗，但是呢，他又不敢过来。哎呦，你看，刚过来又跑掉了。现在做什么事都要有魄力啊，没有魄力怎么行啊？你看看有钱的发财的是不是都有魄力啊？啊，都不敢过来，你还混什么？看看这几个大狗比较胆大，不过看到我就跑。你看，哎呀，我想拦着他，还是跑着了。我拦着他，让你多吃一点。好长时间没有拍我们的毛球了，看看我们的毛球还在啊，没有被我吃了吧？大家怎么回事啊？只要我不拍这只狗，你们都觉得我给它吃了了。我要是吃狗肉的人，我就去买狗肉了，我还去吃我家的狗，还要宰了，还要换血，还要去扒皮，你看是不是？估计大家也是开玩笑的，这点我知道，你们都是故意激我的，想看看我拍他们，所以你们这样说。看看我的毛球吃的也不错啊，这是米饭拌的这个大骨头汤啊，这是大骨头，这是饭店里面剩下的，我就给他带过来了，给他泡点米饭给他吃吧。毛球的毛不应该给它剃的，给它剃的我感觉都好丑呀，坑坑洼洼的，还是它原生态的那种炸毛看起来比较威武啊，比较好看，现在后悔死了，看看等它自己长出来吧。现在楼上就它一个，感觉孤苦伶仃的啊，下次我就把来福来旺放到楼上养吧，就是楼上是非常凉快的，不过来福来旺跟它毛球一混呀，毛球就成老大了，现在毛球在别的狗面前都是老大。这个狗还不错，我看别人家养的这下士犬就是挺换能力特别差，就是你喊它它不过来，你看我敢喊它过来，哎，它就过来了，就连吃饭它都放弃了啊，感觉养它还是没白养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期见了，拜拜。